哎呦！快快快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公，哎，包好了啊！哎、好。呦呦呦呦呦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什么情况？赋予你超级奶爸的称号。啊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姐夫，我跟姐得去店面搞装修，这俩小的就交给你了，辛苦了啊！看好你，走，姐夫辛苦了啊！哎呦，来，拿好了，妈妈走了啊，乖。行行行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，姐夫拜托拜托啊，拜拜。那慢一点啊。真走啊？哎呀，谁？哎呀，来，爸妈抱你一抱。来，转着啊，来，来，你也有，你看，姐姐也有，是不是？这个电话，哎呦，这个电话，喂，啊，啊，派出所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可来了，出事了，打起来了，出什么大事儿了？去趟派出所啊？为什么去派出所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等见了高密，你可别跟他说是我叫你来的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小小，这么长时间没见爸爸，来，想不想爸爸？把门关上，来走。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爸爸啊？小小，回头回头。哎，小周，我那个，你把那个叫伊琳娜的那个病历给我整理一下，我要签字。伊琳娜？哪个伊琳娜？她老公是个老外，头两天来我们这儿做产检的那个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等一下啊，找一下。副局长，你把刚才你说那个病人的病历我看一下，放在这儿。怎么，突然要转院啊？对呀，他都第二胎了。哎，二胎？对。平时我们医院挤都挤不进来，他这还非得往外转，也不知道他那老公怎么想。啊，谢谢。你说你俩也真是，你装个店还动起手来了啊？以为自己是战斗民族吗？不是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卖东西你就卖呗。堵咱们店门口了，我说我好好跟他商量商量，他们先动的手，有这样的吗？乖乖乖乖，来，高密，你们真动手了？动手了。以后这种事儿，一定要提前告诉我。喂，邹凯，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我。那个从门口刚好路过，那还真是够巧的哈。哎，一会儿把我们送到了，你把他们娘俩送回去啊。姐，行，没问题。干嘛呀？谢谢你。嗯，儿子啊，你说咱们这坐了六个人，算不算超载呀？嗯。我到了，你走吧。高明，我在旁边开了间房，你有任何事随时叫我。哦，来，笑笑，啊，来这边。哎呀，不闹，乖，笑笑。
球啊，来来玩小球。哎呀，你们俩又打算怎么收拾我呀？啊，又怎么收拾我呀？嗯，妈妈去给你买好吃的了啊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宝宝，等会儿啊，你看，你跟弟弟坐在一块儿啊，你等跟弟弟坐一块儿啊，等一下啊，来，来拿吃，来了来了，来你哄弟弟，你来哄弟弟啊。啊，这么半天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我早退休息，我来看看有什么帮忙的。哎，真乖，真乖，看看谁来了。哟，你们俩呀，夏夏也在啊。是是是，高密在啊。哦，他跟刘爱出去一趟。他俩出去，你一个人看俩。啊，真乖真乖。哎呀，你说高密家也是哈，那么有钱。还雇俩阿姨，你就带着来了呗。哎，可不嘛，这自打高密搬出来以后啊。谁搬出来？啊，哎呦，这个高密搬咱家来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，没说，没搬。哎哎，别哭，玩哪个？阳光，这个啊，你可不会撒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这些我跟你们人。你又不看，我听着呢。啊，你听吧。哎，高密多久没回来了？哼，不回来更好，就说明他在婆家过得没问题。上回亲家母还来了呢，说咱们密娘在他们家过得好着呢。我这闺女啊，嫁得好，我开心。哎，那女的来干嘛来了？人家就顺道过来看看。顺道过来看看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怎么不可能啊？我们家秘密在他们家做得好，对婆婆好，对她老公好，还给他们家生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孙女，她人家自然得高看咱们几眼。我这个闺女啊，没白养活。记着我的话啊。万一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，够你喝一壶的。呵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闺女这么优秀啊，现在把邹凯呀绑得牢牢的，能有什么风，能吹什么草啊？你瞧着吧。哎，啊，妹妹呀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高密搬出邹家了？哎，这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不，这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你那个臭嘴方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不是你推我干什么？我跟你就是臭嘴方的。你什么臭嘴方的呀？干什么？去哪儿了？搬哪儿去了？怎么说呀？说什么了？你打电话，打电话问呀、啊！哎呀！家乡的空气真是最香甜的。什么情况，师兄？你这突然回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家乡的空气吧？你要早说，我就不请你这顿饭了。我带你去一公园，咱俩对着呼气儿不得了吗？哎，别！哎，这些菜啊，我也特别的惦记。那就开整吧。来。哎，怎么着？这回回来待多长时间呀、啊？要不要去学校看看？我这次啊是回国考察的，可能要待一段时间。国内呢有个公益基金呢，一直让我做古建筑的修复项目。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要打算待一段时间？没错。师弟啊，我这次啊特别希望你能够帮助我。记得在上学那会儿啊，你对古建筑啊非常有兴趣。可是我这个项目呢，公益性质太强。所以在收入方面肯定比你现在的要低。哎，你别太走心啊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我也知道现在生活呢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梦想呢也是建筑在生活的基础上。是，师兄，你别误会，
你这事儿呢，其实我挺感兴趣的，只不过我现在老板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答应过他要陪他渡过难关，等过了这阵儿，我再好好考虑考虑，你看行吗？随时欢迎你来。妈，你干嘛呀？送你回家。送我回什么家？我这好端端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曾凡是不是正在闹离婚呢？是，我就是在跟他闹离婚。蜜儿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你婆家，咱们当着邹凯跟你婆婆的面，咱们把事情给搞清楚了。如果是他们的错，自有妈妈给你做主；如果是你的错，你就低个头道个歉。妈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。你说的轻巧，现在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？你都结过婚的人了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你要是真的离了婚，谁还跟你呀？你还真打算自己过一辈子啊？你也真是的，放得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现在多少人排着队想找一个好婆家都找不到，你说你离什么婚呢？妈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我不想要。爱情？爱情能当饭吃吗？爱情能帮你养孩子？哎呦，傻闺女，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其实过着过着那就是爱情啊。行了妈，你别跟我说了，我决定的事情我就绝不后悔。嘿，你这个丫头，你还跟我杠上了是不是？我还告诉你高敏，只要你妈活着，这个婚你就甭想离。妈，你现在带着孩子，你拖也要跟我拖着，打碎了牙要往肚子里咽，忍着。你让我怎么忍啊妈？我高敏为了这个家，我能忍的都忍了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你救救我好吗？你救救我。不是，不是，哎。笑笑，笑笑乖啊，妈妈在啊，乖。